好吧，咱们秋天，肺经开，肺经开来，淋巴排毒。淋巴排毒，你看这两天，刮痧的、咳嗽的多了吧？这该立秋了嘛，立秋肺经开。这不是7号立秋吗？我这先疼啊。这淋巴排排毒，脸色就好看了。这儿就黑泡，支气管这儿。你看现在疫情不就是肺感染吗？咱肺都是一般都是死于肺，没了气了，你不是肺主气吗？疼死了！真要点骨头了，这。我是不怕疼。这骨头硬着呢。就是硬骨头。转转就行，哎，转，哎，对，在胆经上，就胀胀得慌了，觉得吧，胆经不通了。这儿卡硬一块儿。就是。肝胆都是气源，
肺是吸的那脏东西啊，容易肺上。你不过气吧，也治肺，也那个影响肺。我看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像没到。对脑单数。嗯，对，这个对脑单数。这是有啥讲究的？这个是中医都是单嘛，不要说。挺舒服啊。嗯，对。